这种蜂蜜的蜜蜂啊，叮人也很痛嘞。我以前被叮过啊，手机拿来拍，痛了好几天，吓死人！怎么藏在那里面呢、啊？我们在捕蜂大作战呢。才整修一年多的天花板，竟然发现了一个采蜜的蜜蜂大蜂窝，有篮球般的大小。角落结巢的地方已经被消防弟兄清除，留下一堆蜜蜂的残渣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少讲也有几千只。虽然有点湿，可是收集到大约 1.5 公斤的蜜蜂。雁鸣振声，和一般见到采蜜的蜜蜂有点不一样，属于野蜂之类的。